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不是特别专业的车评人，所以说今天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个车圈车企的问题啊，那就是一家车企如何能做到在销量下滑、没有多少销量的情况下，还能保证高利润？就是某一些企业不就说了吗？销量不高，但是我利润率挺高，这你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是不是？虽然我对车不是特别专业，但是营销策划方面我很专业呀。一家企业想通过卖产品赚取高额利润，只有三种方式，哪三种方式？第一点，提高客户的数量，那就是扩大市场呗，提高客户的数量。第二点，那就是提高这个产品的单价，涨价呀，是不是？第三点。那就是提高这个客户的消费次数，主要实现利润就是这三点，因为这个是卖这个产品实体的行业啊，不像一些什么互联网行业可以先免费呀、砸钱，然后这个有长尾效应，是不是？比如说当年的这个百度啊或者 QQ 可以免费使用、免费搜索等等，包括这个阿里那个免费那个搜索淘宝啥的啊，但是你不是，你是卖产品的呀，你没有长尾效应。你就靠卖产品赚钱，你怎么做到销量不高还有高额利润的？谁能回答一下这个专业问题？就是根据这个逻辑分析，如果销量不高还有高额利润，只有一点，那就是这个单个产品的这个利润很高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卖车卖10万、20万，啊，有可能你利润很多很多。那这样的话，就又有一个矛盾，也是很多车企诟病抹黑比亚迪的一点，就是啊，你销量大啊，怎么样？你秦 L 你卖便宜了99,800啊，但是你什么又做工不行，用料不行，什么又成本什么，那意思对消费者不负责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比亚迪是有规模经济的，比亚迪不止卖车呀，是不是？什么都能造，这个我就不细说了，是不是？但某一些企业它。好像只卖车吧，对不对？那你说产品销量不是特别高，那利润率怎么做到那么高的？这个我就不太理解啊，不懂的事儿我不乱说，就是请教大家，那产品质量过关吗？成本很低吗？还是渠道问题还是怎么样？这个我不懂啊。不懂，咱们就问，有没有这个专业的老铁在评论区回答解答我，解答一下我这个疑问啊，感谢。